准备了，刚刚。这首歌我要看歌词，因为是我昨天写好的，刚刚在修辞，没有，就是在打歌词。然后这首歌叫平息，然后前几天有写一首叫沉暖，然后之后会写一首叫坦然，就它是一个接在一起的过程。那我今天就想唱《平息》给你们听。然后这首歌就是，大概在说，你经过一段事情之后，在自我摧残、崩坏自己的过程中，得到那一份安静后的解答，就这样。好，我是直接即兴的，因为。风在想何时才能到达，好，再次Yes。 风在想何时才能到达，安心的将自我献给他，阳光下沙滩显得明亮，当时有一人独自张着看海浪，独享这孤单，唱出甜蜜的心酸，心境也平息。海浪在折腾，同时我跟着在呐喊、yeah。 反正没人听见，波折在平息，内心的思绪在堆积、yeah。 幸好有爱倾听，幸好有海倾听。风在想何时才能到达，安心的将自我献给他，阳光下沙滩显得明亮，当时有一人独自唱着看海浪，独享这孤单，唱出甜蜜的心酸，心境也平息。海浪在折腾，同时我跟着在呐喊、yeah。 反正没人听见，我正在平息，内心的思绪在堆积、yeah。 幸好有爱倾听，幸好有爱倾听，幸好有爱倾听，幸好有爱倾听。海浪在折腾，同时我跟着在呐喊、yeah。反正没人听见，波折在平息，内心的思绪在堆积、yeah。
今后有海蜻蜓，我也逐渐平息。现在得以安静，下课，让我们再一次谢谢陈文月，还有阿丹玩球球的左勋右勋，耶、yeah ！那我们今天铁花村的演出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离开时记得要把身边的个人物品记得带走。那喝完的空杯空瓶呢，可以帮我们拿到吧台做回收。那明天铁花村的演出是西子与喜酱。欢迎大家再回来铁花村一起欣赏表演，也欢迎搜寻铁花村的粉丝专页铁花村音乐聚落漫市集，就可以知道下次铁花村还会有什么样的演出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不要为难警察。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，祝各位旅途平安，虎虎生风，鼓励晚安。